剪刀石头布。小伙子，你在干嘛？如果李新蕊被拔走，你就换个目标嘛。换你们！我小伙子，我一定能尽全力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。同学，同学，我比较想跟新蕊当同学。像你们这种远距离恋爱更胜过半。你觉得我们会一辈子停在原地吗？又不是全世界只剩李新蕊一个女人，看开一点。就你闭嘴。人长大了就会改变。哎，哎不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7月14，六弄咖啡馆。